竟然跟人家半夜讨客相。被我所知道，今天我手拿来到要杀气呀、啊！停停停，咱做寡人呢？啊，寡人爱讲台语呀、啊啊！我要刹车啊！哎，惊叫的，惊叫的遐。嗯，你即马要刹车，我无讨客遐呢。我穿这逼个甲拆掉的嘞。我甲你讲，穿这逼，炸弹已经倒来了。你有跟我讨客遐上讲的？我兄弟甲我讲。啊！你即马就是要啊听外口的人无相信你某。对啊，你干咩听？调落去好。进。我到，哎，你到位了，阿达看到。
鞋啊，就要捡。啊，你还了解呢？以后要做招牌的官，都已经搬落去啊，你还叫人去找啊？以后要做招牌的官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想问某，我某若找着好就找袂着，我跟你讲。哪个？怪你断义啦！哎，笑亏假嘿，哎呀！讲哦，抗议无疑问啦，安尼无代无一笔即落代志，好歹嘛是我阿祖，赶紧叫人来去迄个江边的所在，尸体摸找看卖咧。